欢的兵，演过星空庙的星。这是台湾的兵，演过星空庙的星。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，易经大学的先师同修及啊，八德道场的维新贤士同修，大家高赞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日呢，四月八日，咱上课啊，本来在大凡寺上课啊，因为仙佛寺有一些法务的问题，所以我不能到现场去上课，所以我就直接在摄影棚来为各位上课，转播到大凡寺与八德道场。我们依法不依人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各位阐解啊，阳宅风水三十则，入气。我们讲入气，入气有兴有衰啊，入气兴衰，啊，这等于太极的，这是兴，这是衰，啊，这个怒气，啊，兴就是。啊，旺气，啊，旺山旺相，衰，上山下水，啊，这是就寥寥分明。啊，一个区域的兴衰，还是以大原则，入的反攻外，反攻视为衰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房子。就比较衰气啊，这边的房子贵品，这个是兴旺，所以你们要买房子，要设公司，要为人找房子，你要先从地图，来判断。啊，你先从地图来看，寥寥分明，这个区域的反攻，这个区域的环抱，吉，这是凶，所以寥寥分明，
希望各位同修啊，啊，把这个原则你们要记好，啊，才袂讲指点错误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要负因果。学艺不精，会害死人。所以学艺要精，损势悬空学有开示到，不知来路，焉知去路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不知来路就不知忘记。啊，你怎么能够兴发呢？这很重要的，这个口诀，各位同修啊，你们要记清楚。所以一栋房子门开着，这边的路这边来啊，你要悬空哀心，深入己，深入己，若是刻入则凶，以象星，以象星入中来哀啊，这个象星来到这里，刻入则凶。学习台湾黎明，圆满成功妙地修。啊，若是深入则吉啊，去路裸位，你要看交叉路口，交叉路口也是来气，也是来路，所以交叉路口在这个地方，你来哀心。向心来哀，要来深入则吉。好，再来交汇水，这有街道的交汇水啊，你用哀心向心来哀，这个有交汇水，或是在这里，交汇水是在这里，或是在这里，分别要用哀心、向心来哀，哀到这里，生中宫则吉，啊，克中宫则凶啊。所以风水学能不能赚钱啊，能不能守住钱，
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大师啊，唐正一唐师公啊，他曾经，我们有一位理法厅啊，理法厅客人啊进不来啊，所以几乎没有办法维持下去。啊，有一天这一位理发厅的老板娘啊，来到台中，朋友介绍来找我。我说你在永和，那永和我介绍你去找唐正一唐师公啊，找他帮你忙啊。唐师公啊，跟他开条条件，你要我去帮你看可以，我年纪也80多岁了啊，出门要7000块啊，我才愿意去啊。这一位老板娘，那好啊，既然你开价了，你就有把握好，所以就请唐师公去帮他看了啊。唐师公呢，把他量的结果就是这个地方向水从这边来啊，这边来水气收不到，爱经的气收不到，所以他就把它改个玄关啊，把退缩一点进来啊，这个方向能收到水气旺相，那就好了，就可以了啊。这老板娘很纳闷，我请你来花了7000块啊，你只有这样叫我们改一下收旺气啊。唐师公写了一个，现在门向收煞气百事不顺，改望山望向收旺气的水，平安吉祥。写了这一个条子给他，这个老板娘又跑来台中又找我了。我花了7000块钱啊，换这一张纸，我看看案例有几大啦啊，7万块立马有几大，不是只有7000块啊。唐师公很慈悲的，我改你改这样，就望山望向
7000块钱很便宜啦，啊，保你啊一生都能平安，啊，所以这个老板娘，她还是不放心，就到台中我测量公司来找我。我说对了，你有福气遇到这个大师，你这改就对了，再过两天就要改，你改好了啊，放心的改。这是台湾的民，演我新公庙的啊，所以老板娘就请人家来把门方向调了，啊，调了，水接上的水下来，你改了，这斜的角度可以收的来水，又望山望向，所以啊。啊，他就照改，改好了，哇，他的梅花生意好得很，做啊做不起，啊，经过一两个月后又来找我，啊，那张先生，我这摆生意足好诶。做不起，身体扛不起，所以人要知足，要感恩。他有，我很感恩呐、啊。遇到这位大师，简单讲两句话，啊，他就掉头就走了。啊，我说你。啊，要知恩、感恩和报恩，好好啊，为人服务啊，所以从这里我悟到了啊，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唐师公改门的要领，改望山望向。向心要收着水神来，要逆水，要逆水，水从这边下来，你改要改这样，就逆水。啊，再望山望向，那必定发。最起码也平安，平安就是赚钱啊！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啊，你们要学好，把这个学精了，可以救很多人，家家户户平安了。那花钱是有代价的啊！光你原来像这样生意不好，赚不了钱，家里孩子啊也不乖，因为对面这里。一个三楼，这都是二楼，所以白虎昂头，小孩子也不乖。你一条这样来，啊，把这个煞气
转危为安。原来像这样象星一来扣中宫，所以你转这样过去，爱星三星来生入孩子乖了，钱也赚了，所以老板娘阿叔啊，我才了解风水大师不是只有在那边盖着天花乱坠、啊、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转危为安啊，这是风水的大师的功德天啊。啊，唐师公他说你要为人改风水，第一要有把握，第二明天要去，今天一定要先念经诵经。啊，唐师公他是修净土法门，诵佛说阿弥陀经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一家的地基主，给这一家的祖先堂上朱祖灵，啊，给他的守护神，然后第二天去再帮他改看一看，啊，就会来灵感，改了就会平安。啊，这个是师公啊给我的开示。我今天将这个师公所开示的啊传给你们。你们要为人看风水祖坟或者住家或者工厂，前一天你们一定要在你的家里先送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，第二啊，你在将要去的地方的住址向佛向祖师爷啊报告啊，然后啊你去到主人家的家啊，家里若是有凶神恶煞啊，你也已经有诵经来超度他们了，会跟你啊结好缘分。世世代代的民，愿我心中妙的修。啊，圆冲法师他就是这样的，本着师父交代他的，前一天要去了一定念经诵经来回向给他的地基主，回向给啊这一家的附近孤魂幽灵，家中地孤魂幽灵，回向给啊当地的土地公啊，当地的城隍爷护法神将
然后你去了，你就会灵感来。啊，以风水学的要领来帮他改，啊，每一家都平安，啊，每一家改了之后转为安，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各位同修，你要为人趋吉避凶，首先必须要的条件啊，这样是保护自己，也帮助他人啊，也不伤害他人，这样的功德无量。啊，你这样做就是让你的祖德啊同沾法益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注意听啊，你们绝对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天和利益呀、啊！啊，所以。门千金，房子是两重，门相啊，门千金啊，门相要望山。财丁两旺，门相旺三旺相，财丁两旺啊啊，这是一个口诀。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悬空哀心。要精准，悬空哀心要精准啊！不要轻轻猜猜啊！除了本法门的悬空哀心以外，其他法门不要学，学那个没有用。会害自己造业，哎，没有办法帮助他人，会影响你的名誉，也会影响你的福报和功德啊。所以悬空哀心一定要研究精准，否则的话不会了啊，你就不能帮助他人啊。你懂了这个要领，我把风水学正道了四十多年，我传给各位的是精准、利他、利己、利天的法门。我们不要像江湖术士用拐、用骗的。啊，这样呢，你会造业，
划不来啊。所以老祖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，四十多年来，包括以前还没行道的时候，有十多年哦，等于相对有55年以上的岁月，一步一脚印，所学习、所证、所行、所弘的法，都经得起考验了。今天我才敢提出来啊，公开给各位啊，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，你骗得别人也骗不了自己良心呢啊，这老祖开示不可骗自己良心，这很重要。这即是修行，学习台湾黎明，演过新公庙的谁要当一位堪舆大师、风水大师，也是修行啊，很重要。这行功立德啊，唐师公啊跟我说，我们学风水的，是上天派来的大菩萨，要来世间上安顿众生的痛苦不安的心，要安他们的心啊，这个即是修行啊。啊，所以修行的定义很广泛，不是那么狭隘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，我们把风水学你学好了，研究好了，你就是一位大修行家。啊，不要以为说在那边口口腔的才是修行，那也是只有一部分。你要自作利他啊，不骗他，利他，共同来创造幸福的人生，来安定家家户户的平安。风水学是最直接了当的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，非常不平安，事业10做9败，我已经在行道了，来到仙佛寺啊，讲给我听啊，他的苦事说也说不完。老祖开示，他这种风水学有问题啊，去把他的房子
改善就好了。我结果去看了，他的住家这栋住家前面路来冲，三个路口路来冲，啊，就像一条绳子缩掉呢，啊，所以几乎要像要吊刀上吊。上吊的形状，我头家啊，啊，你这像要吊刀的路型呢？用是啊，伊足一届想要吊刀，啊，遇到很多的修行人，叫他要拜佛、念佛、念经。还是解决不了啊！我你今天你有在念佛、念经、拜经，才会遇到老祖来帮你解除这个困难啊！所以他很高兴。那你讲这一句话，我心就开了。啊，那我说你很简单，啊，你把这个门啊，这个门改了。这个悬空哀星象星的气来深入，气来深入，啊，这个也受到这边的气也来深入，那就好了嘛，你改一个门就好了嘛。他老师，我没有钱呢。啊，没有钱我借你嘛，我给你嘛。今天的我来帮你看，你也不要包红包给我，我帮你改了。啊，钱我借你，你叫啊这个帮你修理铝门窗的来向我收，我拍死啦！我看了，我们爱来就。啊，他就决定要改，要改心念动，心动，念也动，啊，这个运就转了。好，他改过来。还没改，他朋友以前欠他的钱拿来还他，刚好李文创的钱够了，改了，啊，全家里面一团和气，充满希望，啊，他就去当人家的司机。大卡车的司机了，啊，所以整个的运就转了，所以这个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要转要有智慧啊，要学得正确的正法。
啊，所以不是修行不好，修行改善自己的坏习惯，他有了，我以前的坏习惯都改掉了，啊，就是你坏习惯都改掉，你有念经、念佛、拜佛、拜经，才会遇到老祖，要我来帮你忙。过了一年后，啊，包了一包很大的红包给我。我好，刚好我要印经书，啊，你包了钱拿来印经书，做你的功德，对你有帮助。所以很高兴的啊，他说呢，老师啊，啊，地理师他们的想法不管啊啊，你跟我去这个园，我能帮忙帮你的忙，你平安了，也帮社会的忙啊。所以我们风水学是利人和利天，祝福各位。